男人真是个容易冲动的物种，这是天性本能吗？太可怕了！有事业，有颜值，不总好，典型的骂人不吐脏字，吃人不吐葡萄的主。没错，半个小时内做完，拿走，出去关门，把纸捡走。 刘梅海龟，张姐姐，其实你早就认出我来了，对吗，学妹？但你千万别被他这个微笑所迷惑，坑深的很。你谁啊？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他那个直男的脑子里啊，就一条单行线，他不会拐弯的，他都。那必须的，做我室友那是你的福分。自从确定你是你时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，便无能比。再次遇到你。 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。为了他，我愿意不留退路。你好，我叫唐尚礼，请多指教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